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台Minolta 的 SRT Super 哈，这台它 SRT 的这个旗舰款。哦，那它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说明书啊，说明书啊，这个当年度啊，这个日文的啊，这说明书还很完整啊，都有这个好说明书啊。啊，还有一个镜头保护镜哦，这个镜头保护镜啊，还是可以使用的哈。好。那它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，好，可以看到，好 ，Minolta， 好，它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，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台的这个快门，好，正常可动，可以看一下，哈，可以看镜头，哈，快门正常可动，好，变化快门速度，哈，可以，好，那我们看拉近看一下，我可以看一下哈，拉近看一下镜头的这状况，哈，镜头的这状况，哦，好，看一下哈，这是少数的灰尘哈。镜头状况好，好，那它这个原厂镜哈，1:1.7 哈 ，f/50 哈，那它的这个镜这个镜身的状态哈，皮革哈前后哈都是完整的哈，前后完整的哈，然后这个机身大家自行看一下哈，机身的这个部分哦，还有这个底部的部分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底片式。平时的状态，大家看一下哈。好，那这快门连也都是正常的哈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快门连都正常可动。好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SRT Super 的这个视频。好，谢谢。